会空中立体成像技术投射在金字塔中间。这段影片也是由黄少贤导演所指导的，以 Better Taipei, Better Life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将带领我们来到2015年的台北，让我们更加了解资源循环、永续社会、无限宽频、宽频无限所带的便利以及美好。那影片即将播放。的陈先生与医护人员同时透过了无线宽频在远距式医疗上面的应用，看到了正在爬山的爸爸突然传来血压上升的警讯。到了实验室中，这让陈先生以及医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儿子也不忘顺手做环抱，随手捞起飘在溪流中的一个保特瓶。刘小姐在社区教室中将小朋友利用回收的牛奶盒做出一朵朵漂亮的小花，她也透过了无线宽频在远距视讯上的应用，看到了在观众平原上开心写生的妈妈还有孩子们。无限宽频无所不在，也带给人们便利及有效率的生活。